第一次选人会不会紧张？我超紧张的，对啊，我只有选过飞，没有选过人。小小波哥，对，前次刚好一直有提到你，优秀型，有台优秀，哎呦哇，对，前几次提到你，哎，我用鸡蛋脑海，就是除了运动表现以外，像你。球速快，控球又好的，那很少见。像我们这种两个都好的不多了。对啦，对啦。好的，对。对。还不止，还加个颜值哦。好，对对啊。对，幽默。Lucky 他是左撇子，哎，我记得小小郭好像有跟 Lucky 合作过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对。对，应该对他也蛮熟悉的。他的投球协调性不错，所以各方面的应该还是可以期待。不过他可以跟小小郭一样是左投，哎，对啊，左投左手是金，右手是银啊，左撇子有在运动场上有优势，对，而且薪水也比较高，应该有这件事吧？薪水比较高，你薪水就很高，没有没有，薪水比较高吗？有真的吗？现在没有，什么领队的工高费，左撇子比较高，应该没有钱姐高。杰哥是最高，杰哥超安静，默默的躺枪。紧接着欢迎的是 Zin， 26岁178公分，68公斤，台北人，以及张家生，24岁178公分，67公斤，新北市人。是张家生是这一届唯一有国手资历的没错艺人选手。哇，那很期待他是不是有可能去挑战那个小乔的纪录？对，应该是要挑战我的纪录。你什么记录啊？开刀最多次的记录。简简这样讲，老婆哎，开刀8次，9次，9次，很牛啊，记录啊。对啊，这难蛮难蛮难过的。对啊。那林昌，你有看好哪几位吗？我看好那个颜值的部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我们才是那个颜值担当，他说的。颜值我们两个就够了，其他的我们要认真教一下，我们红队压力很大。对，没错。对不对？嗯，大家都蛮期待我们。对啊。刚刚他是说为什么前天登场会有掌声，我就说没关系，就是掌声之后都是我们的。对，没错。就是大家给我们安慰的那种掌声。不是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我们的呼声在网络上很高的。对对，我们要加油，好不好？红队要加油。会丢啊？不会，很拜拜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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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。你待会拿哪一颗我就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要不要，大概就到70，小曹的记录，你应该是轻松愉快就破了吧？那是应该是非常远的距离，他那个是算很有天分。对啊，我们刚才没有热身就大概60几，还有没有热身就60几了？那你到底值多少？我刚才丢66了，66而已。不愧是站上世界的男人吗？还是让他有一些记录保持。对了，不要跟学弟在那边比这个。对啊，我们家那么多奖牌了。女子组第二组的成绩出炉，没错，我们第一名就是林玉书的14秒80破纪录的成绩。玉书破大会纪录，哎，14秒80比黄慕言的大会纪录还快了0.33秒，真的是非常感动啊！第四季也有人破纪录了，真的太强了。前几次让给我吧。已经开始要让了吗？抢人哦 ！OK 啊，你只要猜拳猜赢我的话，哎，说到猜拳，杰哥这边，你要有点士气，为自己鼓励啊！怎么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？没有没有，第四季会有所转变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对，因为为自己打起鸡血，变数会很多，对吧？是啊，加了一位新的那个生力军领队加入，还是一样玩猜拳吗？郭哥该不会有特别去练猜拳吧？没有，我只有练乌龟龟叫。因为小郭是第一次来全民运动会，他开始挣扎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学啦。其实就跟你们棒球投手一样啊，像你
球速快、控球又好的，那很少见。有人就是球速快、控球很烂。哦，这我知道是谁哦。谁？像我们这种两个都好的不多了。对啦，对啦。好的，对。对。还不止，还加个颜值哦。对，幽默。我常说了，投手又快又准就上大联盟了啦。有人快但不准，有人呢很准但很球速很慢。是。选择的方向哦，第一就是协调性。敏捷吗？算敏捷，大概就两个方向前去选，然后再來就是颜值跟身材。没有了，我们现在状元是谁？壮壮哦，不是，别，应该是洪轩，或者是各屋孝太，或者是夏普阳。我们刚刚把三十个人都念出来了。女生的话，可能就是大家应该都会选 Lucky 嘛。对啊，然后玉书嘛，这两个是应该大家都会比较想要去争的。然后我们就是哦，慈玉还有慈玉，还有静心，对，陈瑜，反正所有的决定都是 Rina 跟林江在做决定。所以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大多粉丝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他们。不要害我们。我觉得折完跑应该就可以看出蛮多的。然后躲避球最主要就是看他们在团队的这个传接球的那个能力，对啊，这个看你会比较精准一点。波哥第一次选人会不会紧张？我超紧张的，对啊，我只有选过飞，没有选过人。国哥在偷看哦，啊，你是刚在偷看？我哪有你看我，因为我看我躲起来了，因为我看你，我光明正大的看啊，对啊，不会啦，他们也知道我们要选谁，我觉得大同小异啦。好，我们三二一把最后一轮给秀出来，三二一，很可爱。我们现在在最后一轮，三个人都选择一样，是好，那就是运气了。好啊，钱姐该是没抽，我该没有抽。对，那钱姐先抽。好啊，钱姐先。好啊，随便拿的啦。逼啊！波哥新加入了新血，波哥先快点啦！因为他毕竟带领了三队嘛，三季嘛，三季的垫垫底嘛，我不是没有垫，只有两，波哥只有两队，也没有垫，都是亚军，好不好？运气取之于在你，我吗？对你如果抽 B 起来，那我就是 A 啦。OK， 好。旗子不要乱掉，杰哥，相信你自己，刚好是翻。好，那我们就用我们的人力来继续训练我们的智宇，好不好？漂亮，就不用抽了吧，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就是，哎呦，运气真好 ，A 耶！来，我们最后一 round， 请开牌。这次该我了吧？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啦，希望他们在锅底都可以能够反弹。对啦 ，OK， 好，多靠练习啊，来吧。谁抽？难得黄队进来都没有什么福利。哎，好了，所以就是看这个了。一翻两电影，我先抽 A 出来，好，就让大家好赶快把这个。你再抽 A， 我就给你拍拍手，真的。加小郭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快点。漂亮，这是 A 吗？对，就是因为他中文比较不好，所以很明显他觉得好。好。陈姐，我来吧。对呀，对。没有把握。好了，加油啦！希望你可以抽一个好的，刚才都没有抽好。哇！抽一下，坐下。哎！哇！哦！需要帮忙选吗？哇！哇！钱姐！哇，好开心哦！哇，那个选对最困难的时候，对，当初你选我的时候是不是也很艰难？哦，你说那么优秀，要放哪里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很难选，我就是想说，
他一定有一个优势，然后我想说他个性啊，然后又体育系的，所以讲说经过训练之后身材应该可以被雕塑的，就他个性真的很坚毅，从第一集到最后拉不出来，超弱的这样子。没事没事，我现在又再胖一点回来，没有瘦很多耶。对啊，小小夫哥，对。前之前我一直有提到你，哦是吗？那是这样好的，还是错？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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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优秀型，优秀，优秀，哎呦哇！前几天提到你，哎，我用鸡蛋的话，就除了运动表现以外，你不是我的观众，你就好了。其实我有点紧张了。OK， 其实在我们运动员的生涯里面，我从来不是天才型，但我是最苦练的。所以你看我才开了那么多次单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所以在我的队伍里面，我只要求一件事情，练习的时候我们尽心尽力的投入，比赛他们就看不到我们车尾灯。OK， 加油。好的，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经过了测试赛，经过了选秀会之后，要正式宣布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红蓝黄